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听听娱乐八卦，我是小月。说起娱乐圈的明星夫妇，黄晓明和杨颖就是典型的代表。 Angelababy 中文名杨颖，1989年出生于上海，内地华语影视女演员、时尚模特。由于在2003年 Angelababy 以模特身份出道，此后因担任时尚模特而开始在香港崭露头角。模特出身的她，多年后于2007年开始将工作重心转向大荧幕。其中在2012年，杨颖搭档赵又廷凭借言情片第一次获得了第13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受瞩目女演员。此后想起出演了《狄仁杰之神都龙王》和《鬼吹灯之寻龙诀》等影视作品。现在谈起杨颖，就伴随着整容和抽烟以及没演技等负面新闻。但是关于一些传闻，她也亲自澄清，除了事业上的顺利，谈起感情生活，据悉17岁时的杨颖曾与20岁的陈伟霆走过一段恋情。不过如今杨颖和黄晓明终于修成正果，虽然现在都有了家庭，但众所周知，在遇到杨颖之前，黄晓明可是在大学里就对赵薇恋恋不忘啊。黄晓明也是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自己对赵薇的感情。现在娱乐圈更有种说法，叫有一种友情叫黄晓明与赵薇。近期有网友扒出了黄晓明的一段访谈视频，采访中黄晓明被问及为什么看上并娶杨颖，黄晓明终于首次回应为什么会娶杨颖，并直接表示长得好看，她是一个既努力又乖巧的女生，很会关心并照顾人，是一个不会做作的人。听了这段话，有网友扒出了杨颖在拍摄现场与赵又廷一起抽烟的照片，并调侃说，黄教主你都不抽烟，你怎么接受会抽烟的老婆呢？赵薇也挺好的呀。最后还是要衷心祝福黄晓明和杨颖日后的生活能够更加幸福美满。